Hello， 大家好，我现在呢在华强北的爱华路这边，我的后面呢就是明通数码化妆品商城。大家通过这个视频呢，可以直观的看到这个以前呢是一个这个手机配件城，后来呢在2017年的时候，明通的老板呢把这个数码配件城呢改成做化妆品的了。这里面呢有很多这个进口的化妆品，澳大利亚、美国、印度、欧洲一些发达国家的化妆品，这里面都有的。这个价格呢相对来说都是比较便宜的，比你在这个实体店以及这个专柜卖的都要便宜，比淘宝呢也便宜许多。所以有需要的朋友呢可以联系一下小耿，小耿呢是在华强北，他呢在华强北这边做这个代购的，有需要的朋友呢可以联系一下小耿，价格呢绝对便宜。好了，本期视频呢就带大家看到这里，有喜欢的朋友们呢可以点一下关注，关注小耿不迷路。感谢大家观看，咱们下期视频见，拜拜。